叫学逆读快乐就是喜欢你，有个词叫歪逆都快乐就是我爱你，很重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即使我们不见面不联系，心里面也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你。学生时代的喜欢大概就是见不到你满学校找你，见到你了又躲开你。如果我赶不上凌晨五点的太阳，那我也不想去看傍晚六点的夕阳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你我谁也不想要。我看到前方黑暗的尽头有光在等着我，只要认真生活就可以找到生活藏起来的糖果，请保持热爱，奔赴下一场山海。时你的作品只有几十个赞，并不用伤心，因为你已经很棒了，得到几十个人的赞就是得到几十个人的认可，不是吗？所以作品经常只有四五十个赞的小朋友们不要伤心了，努力发作品的你总有一天会火的。